哇，隔住个 mon 都闻到饭香啊！呢煲日本煲仔饭系用全港首部苦饭机煮出嚟噶。师傅将秋田米加木鱼水放入釜里面，加上呢部日本订造嘅苦饭机，13分钟就煮到好似柴火饭效果咁嘅靓饭啦。当然仲要加埋海鲜、牛肉、鹅肝呢啲靓料啦。饭入面有栗子、丁香鱼、牛蚌丝等配料，食到底仲有饭焦添。